艺术大记第二章，一战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已经掠到巴比伦的犹太省的人，现在因的子孙对受掠到的所在，倒来耶路撒冷甲犹太，大家人倒去本城。因是甲所罗巴别、亚述阿、尼希米、西莱亚、利莱亚、末底盖、毕三、米苏伯、比杰瓦伊、利宏、巴纳三角倒来的。三十，以色列百姓的人也基地下面，巴六的子孙2172人，是法提亚的子孙372人，阿拉的子孙775人，巴哈摩阿的子孙就是亚述阿甲约阿的子孙2812人，伊兰的子孙1254人，撒托的子孙945人，撒盖的子孙760人，巴尼的子孙642人，十一节比拜的子孙623人，阿盖的子孙1222人，阿多尼干的子孙666人，比杰瓦伊的子孙2056人，阿丁的子孙454人，阿德的后代就是希西家的子孙98人，比赛的子孙323人，约拿的子孙112人，哈顺的子孙223人，二十节吉巴尼人95人，伯利恒人123人，尼德法人56人，阿纳杜人128人，阿苏马弗人42人，基列亚林人、基菲拉人、比六人共743人，拿马人、加巴人共621人，贝马人122人，二八节伯特利人、埃耶人共223人，尼波人52人，摩比人156人，巴勒伊人的子孙1254人，哈利的子孙320人，罗德人、哈德人、俄罗人共725人，亚利哥人345人，西拉人3630人。三十六节，这是亚述阿的家亚大雅的子孙973人，因马的子孙1052人，巴西霍尼的子孙1247人，哈林的子孙1017人。四十节，利未人和达维亚的后代，就是亚述阿甲加密的子孙74人，唱歌的阿萨的子孙128人，过门的沙龙的子孙、阿迪的子孙、达文的子孙、阿国的子孙、哈迪代的子孙、索拜的子孙，共139人。四十三节，尼铁林西合的子孙、哈索拜的子孙、达巴古的子孙、基六的子孙、西阿的子孙、巴顿的子孙、利巴纳的子孙、哈加巴的子孙、阿国的子孙、哈加的子孙、撒麦的子孙、哈兰的子孙、吉迪的子孙、加哈的子孙、利阿雅的子孙、利信的子孙、尼哥代的子孙、加善的子孙。四十九节，乌撒的子孙、巴西阿的子孙、比赛的子孙、阿纳的子孙、米欧林的子孙、尼波心的子孙、巴布的子孙、哈古巴的子孙、哈弗的子孙、巴西路的子孙、米希代的子孙、哈萨的子孙、巴克的子孙、西西拉的子孙、达玛的子孙、尼西亚的子孙、哈提法的子孙。五十五节，所罗门的罗伯的后代，就是所台的子孙、所菲列的子孙、比罗代的子孙、亚达的子孙、达昆的子孙、吉迪的子孙、是法提亚的子孙、哈提的子孙。
波赫列合苏巴音的子孙，阿米的子孙，尼提林甲所罗门的罗伯的后代，共392人。59节，对德米拉、德哈萨、基略、阿旦，因要上来的，未当证明因的宗族波赫真正是以色列人，阿毋是，因是地来亚的子孙，多比亚的子孙，尼哥代的子孙，共652人。61节，这是中哈巴亚的子孙、哈格苏的子孙、巴西来的子孙，因为因的神祖带基列人巴西来的查某子做某，所以号名叫巴西来。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中找家己的谱系，却找无，所以算作无清气，唔准当祭司的职任。省长对因讲，唔通食祭神的米，趁好有用乌灵甲土明骨鱼的祭司起来。64节，会众共有42,360人，以外要因的罗伯女婢7,337人，阁有唱歌的男女200人，因有马736只，驴245只，骆驼435只，驴啊6,720只。68节，各个族长到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所在，就为神的殿甘心献礼物，要阁起殿。因照力量关入工程户口的金91,012克银、5,000米纳，甲祭司的礼服100领。对安尼，祭司利未人百姓中一部分的人，唱歌的、过门的、尼提灵，甲以色列众人，也站起伫家己的城。